战神兰陵王，一句美人词却以狰狞鬼面横扫沙场。众将士们，无论是生是死，你们都是我大齐最勇猛的将士。兰陵王应是这乱世中最值得期待的君主。朕不会相信你的预言，因为得天下肯定是朕。功高震主深陷权力漩涡，拥有民心的兰陵王其实就是最危险的人。不要跟我提兰陵王。光谷进京，皇室内的手足斗争终究是一场空，有你在，朕没有一日能安。你若死，朕自然会当一个好皇帝。命定姻缘，天女舍身相助，争夺真爱，决战宿命强敌。朕跟兰陵王是天生的敌人，注定要互相吞灭。你终于出手了，周国皇帝宇文邕，你永远会是朕一个人的天女，最传奇的不败战神，最热血的英雄史诗。8月23日起，中视8点，浪漫史诗巨献《兰陵王》。